为我本来一直以为我第一天应该会是要往墙打，暖身的感觉吗？对，没有任何让你一开始就要大吵架或壁咚啊什么之类的。有一天，老师问小明说：“有什么马是黑白两色组成的？”斑马。这么简单还要问你干嘛？二。那就不能怪我，这上面是编剧写的，应该打电话给编剧大人。这种事情需要多练习啊。我要讲一个笑话，但是导演说不能在戏里有，所以我决定现在把它用掉。什么动物的热情？其他人没有让你开始可恶的表情。No。黑猪。我的热情好像一把。来，我们准备下一个，准备下。狮子王强大，台视东森联合献映。大家好，我周小涵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狮子王强大。